好，感谢。它应该会放大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。寿元师庭慈悲，那个第二段不，你那个打错字了，是写不经。公布的布，经典的经，这样有听到后学的声音吗？哪里？这边倒数最后一行第二段，不羁说经典，你写到呀，不羁那个错字要改一下啦。对，错字。好，不羁说经典，还有上面公布的布，金珠前佛有消。确保如何？除耳却除多了一字除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有效。确保耳除了。不经说经典，你们说的是哪边？这边上边确保耳却功德上面那个除字多了一个字。这里这里二行第二行倒数第二行。哪里？第二行。起锁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等那么久。起锁顿锁吧。起锁起，念作起锁。我刚练不一样上。好了吗？我容易吗？可是上面那个字会挡到哎、欸。
有啊，他要改了、啊。是老幼安康寿年。有，他改好了。好，各位点传师、啊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来学习导读，那请大家呢先把手机的声音麦克风关掉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。刚先看那一书信啊，啊，让大家再这样等啊。点传师，这样有听到后学的声音吗？有，可以了，没有关系，开始了。好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。南无大慈大悲护法尊者，起手顿首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翻翻圣贤迹，佛圣先征发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古渡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到现存，青红运已矣。阳光普照道德养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招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于子离苦轮，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朝元一祭杯，莲花座上跪丹溪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之。学治中庸病，心诚报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为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市民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物但改路善科，科成过后古海淘，是农及功苦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这题你用到了还没有？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你碰到了，又跳掉了。有嘞，有。对，这样有了。听到。好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虔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。解却虐不缠，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。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；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；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；诵得真经文。有事化为吉，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；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
安，诵念济公真经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，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安康寿延年。弟子起手顿首。奉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用布置的比较快吧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无佛，这样子对吗？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。七贤姐，不好意思，济公活佛就是真经要念两遍哦。好，因为我你刚才跳过去，我以为先念这个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念济公活佛就是真经第二遍。南无大慈大悲护法尊者，起手顿首，即日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，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发圣贤迹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则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长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师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既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愚子离苦轮。下一页。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朝元一骑飞，莲花座上会丹心，尊者本罗汉，上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之，学治中庸病，心诚报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为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是明天下通，
古今谁无错，过物但改路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，是农即功古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托苦人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虐不残，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。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，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得真经文，有事化为吉，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，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先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，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此生路，济公活佛曰，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，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，真经诵此，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安康寿延年，弟子起手顿首奉恭请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滚圆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古隐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身
是灵童茶的清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征武为将帅，钦点弘法显神通，舍起照齐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当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定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空一空再空三空四空六扣七扣八扣九扣十扣手，太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吉贤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回向。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本叩请辞，本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。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谢谢诗婷，辛苦你了，谢谢。谢谢季贤姐，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。也谢谢你们包容后学，动作很慢，延误大家诵经的时间，谢谢大家哦。嗯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全贤慈悲。大家，晚安，晚安。听到后学讲话吗？晚安，晚安。有。
里面有还有后学还发现有两个地方啊，就斜字中庸病心辰把金不是暴金。可是那个是文信坛主跟后学说要把他把那个把改成报哎、欸，可是后学他下午的地方不是把金奉国民，新城把金奉国民，不是报金。对啊，可是文信前贤就是说要把那个把改成报哎、欸，是啊、哦，可是我后学看了几个地方都是、啊，是很多版本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你们都还有下面还有一个是念经心头正号。啊、哦！可是他就是这里就是文信前贤寄给后学的，可是后学看了几个版本，他是都是念经心头正。可是我后学是没有读过济公，因为我也上网去查了，然后我查了两，我家有查两个版本，他们都一样的。那后学把文信前贤的，后学把文信前贤他修改的传给余香姐看这样对不对？好了，好吗？看一下了，你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了。因为后学没有读过济公就是真经。所以各种版本跟这个不一样，他后学有上网去看一下，是后学看你发上去的，哎，跟后学读的不一样，后学有上网去看一下，是跟后学读的是一样的吗？是，好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没关系的，那个后学没有那个去网后学要有。去网络搜寻一下版本，看看有没有一样啊？你可以去网络搜寻。那如果有纸本的，再给后学好吗？好，那后学再给你有纸本的、啊，佛堂有纸本的，对呀、啊。好的，后学你明天会去佛堂再拿回来。你找一下佛堂要纸本的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再对一下就好了。OK， 好的，那我明天会去佛堂。以资本的为准好了。好的，好，感谢。感恩了，辛苦了啊。感谢。很优秀的前线。好，拜拜。领着暖暖。很优秀的前线暖暖啊。救苦救难啊，感恩。暖暖哦。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正，各位护灵正，各位主将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了、啊，晚安了、啊。先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了事，然后念百孝经。第三部分是祈求回向功德回向。